没有我真的没有继续走回到中间去继续一直走我这一次找来几个就是去韩国整成像我一样的，对，这一次到了韩国找了几个韩国的朋友们，因为他们非常喜欢我，所以他们就整个造型啊，对，立志要成为我，从大阿令、中阿令、小阿令都来了，所以待会他们都会出现。他们装扮好了吗？差不多了。OK OK， 对，吃完饭就请翻译先跟他们讲一下。叫他们准备。好。从你的右手边靠，右手边。这个也蛮长得蛮像的，只不过不能近距离拍的。对，他的腿的部分蛮像的，有大概有120公分。对。他腿的部分。再来。对，这都是我们精心先那个 audition 的，所以就是没有腿没有120是不能进来这个地方。哎，你们这些没有120的，就给我出去！真这样哦，真的要来面试合唱团？哎呦，我自己都不行。来 ，Uriel， 我不行，不可能，声音我被他嫌弃，声音不可能。没有他被他嫌弃，又没有被别人嫌弃，不行，看起来最有实力的。好，就你啦。Ladies and gentlemen， 我们欢迎。老板娘谁想见老板娘？ 1, 2, 1, 2, 抬起头走走走更远，硬逼人家这样。老板帮我点一盘素的好吗？素的素水饺。没有那么开心。好，对，没有像你刚刚在飞行器那边那个好笑声跳舞。好的，没有Yo, what's up? 你会 freestyle 吗？不会。Yeah.
Hello， 大家好，我是作家阿令，这是我最近出的一本书，叫做《一直走》。没有啦，今天来拍摄我的 MV《一直走》的 MV。那时候跟作词人李卓雄老师一直聊很多，因为，我是一个很喜欢到处看、到处逛的人。然后觉得人生也像是这首歌的词境第一境一样，就是不断的去走，不断的去发现。所以那个时候就有聊到说，我很喜欢海边，很喜欢看海，很喜欢走在自己的那个家乡的海边，然后一边唱歌一边享受看着风景。所以其实里面的歌曲歌词都是我跟李卓雄老师一起，我跟他讲，然后他就是照着我的跟他聊天的内容写出来的词，所以我还蛮喜欢老师的词的。我觉得就是刚刚有一段，就是最后一卡，就是要微笑，因为拍越久，你就会觉得越来越假，然后笑容就很像僵掉，就像我们在训练 muscle 一样，一直不断的微笑，然后就很僵硬。但是就是最后一刻，我一直告诉自己，我现在就是回到我台东的家。很舒服的，很自在的，在家里看着海，看着山，然后很舒服的就微笑。但就是现实还是拉回我在台北。其实我觉得很棒的是，他们在把原本实景的东西变成很科技的，用线条啊，用一些颜色上面去变换，让整首歌的感觉更丰富。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一次也算是我第一次尝试比较轻快的曲风，然后又尝试在比较多视觉上面有更多的不同的效果，所以我觉得还蛮特别的。因为以往大家都是看到阿令唱情歌，可能就是漂漂亮亮的、美美的，那我觉得这一次是视觉、听觉，然后还有就是动态的那个视讯都非常厉害，然后导演的手法也非常棒，所以很开心。最难的是什么啊？其实我觉得一点没有到难欸，只是一个自不自在的感觉。但是我从昨天就开始来彩排，然后我反而比较喜欢昨天那种，就是可能觉得好像没有正式来，然后就开始在玩。那我今天也有带一点就是玩的那个情绪，然后也跟身边的工作人员请他们帮我叫啊，好像感觉在夜店呢，因为有那个景一直在换，所以就请他们一直尖叫或者是大声的跳舞啊，指挥他们，所以很棒的经验。这个头发让我有一个就是又爱又恨，你知道，一绑这个头发虽然花很多的时间，但是睡觉的时候不用枕头就可以很自在的躺下来。但是我觉得这个新的样子发现有蛮多人喜欢的，我自己个人也非常喜欢，因为感觉就比较有态度。因为我自己以前在4年前还是5年前去了一趟马拉威，那个时候我也有编过一个辫子头，那个时候让我感觉就是编这个辫子头就是感觉很接近阳光，很自然，然后你就会跟着音乐不断的就会有律动，然后想要跳舞。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造型我非常喜欢，然后又很符合这首歌的感觉。觉得身边的所有的东西都是非常的珍贵，所以大家一定要爱护这个地球给予的东西。